日，爱豆成员宋雨琦、叶舒华为泰国某杂志拍摄了一组写真 ，Money Light 风格超亮眼，雨琦超夸张的眼线搭配荧光绿西装，帅气十足；舒华朦胧眼神、大红唇搭配黑色皮衣，一改温柔甜美形象，让人惊艳。即将回归的 Idol， 这次舒华也是大胆尝试新造型，从没染过头发的她更是换成金发。之前舒华是因为公司觉得黑发合适，再加上头皮敏感，染发都很疼，所以除了调染过一次棕色，就一直没有染过。而这次为什么大胆尝试呢？舒华表示，不是谁说服了她，也不是让她爱全都屈服的，而是自己听到概念之后，为了成员们暂时放下了自己的信念。看来舒华为了这次的回归，真的下了很大勇气。在团队做方案的时候，其实有其他方案和金发的方案，最后没想到金发会被选定。不过金发的舒华真的更像白雪公主了，在 TMA 颁奖典礼上的表演中，金发的舒华更加风情万种。大家觉得舒华是不是更美了呢？欢迎留言。爱豆韩舍，美儿解说最新韩语，欢迎点赞和订阅哦。